天地神兽金刚，天神金刚进入风，地兽金刚向前冲，天神地兽同心协力维护和平，绝不放手。宇宙的瞳孔，不变的承诺，天之行者，地之守护，就是我们神兽金刚，万世的期望，亘古的誓言。天之行者，地之守护，天神地兽，神兽金刚，使出全力的拼搏，用尽全身的鲜血，失败所有的黑暗。天神地兽，神兽金刚。所有的黑暗，天神地兽，神兽金刚，天神金刚进入风，地兽金刚下。为了避免伤害地兽金刚机体，天神金刚在战斗中被动挨打，甚至连续中了狼狈组合的奸计，受到重创，局势一发不可收拾。地兽战队队员在李司令的劝导下，深明大义地做出了舍弃地兽金刚的决定。就跟雪羚羊金刚这么近的距离，雪儿别难过。招架之力了，聪明的就留下地兽金刚，可以放你们一马。想夺回地兽金刚，别痴心妄想了。就算毁了，也不会还给你们。经验告诉我们，胜利一般是属于他们的。兄弟呀，我们还是要做好逃跑的准备哦。真是两个胆小鬼。伙伴们，我们一定要夺回地兽金刚。我想到一计，以彼之道还施彼身，不过大家要冒点险。只要能抢回地兽金刚，冒点险也是值得的。这个主意真带劲，我完全同意。周老师，周老师，能否在基地保护罩上通电，形成一个环形电网呢？没有问题。大家小心，天神金刚受死吧。大家坚持住，没办法了，大家做好准备了吗？为了地兽金刚，拼了。机会来了，天神金刚北斗七星拳。
不过，打不过，他们的了，你们又不听，这是死定了。啊啊啊啊天神金刚想利用电网把狼狈组合他们从地兽金刚逼出来，这样天神金刚也会很危险的。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帮我们抢回地兽金刚的决心。加油，天神金刚！林聪，谢谢你。我们大家赶快准备好，配合天神金刚一起抢回地兽金刚。好。真是乱来！你们这帮孩子真是乱来！啊！林聪，加油！这样虽然危险，但也是唯一能安全抢回地兽金刚的办法。啊！当然是逃为上策了。不不不不，不能认输，天神金刚也一样被电到，看谁坚持得住。那你们要坚持住，我们先跑了。兄弟快撤撤呀。你等等我呀，兄弟。终于赶出两个了。哇，现在是考验意志的时候了。我是不会让姐姐失望的。啊！两个胆小鬼都逃跑了。我也受不了了，刘德小兵要紧，快走。失去控制会坠毁的。林聪，谢谢你们，接下来就交给我们了。地兽金刚向前冲。的承诺，天之行者，地之守护，就是我们神兽金刚万世的期望。这样的下降速度会跟地兽金刚一起坠毁的，那怎么办？大家别忘了，我们可以天地进化帮他们一把。天地进化？你的意思是希望能赶得及？明白了。所有的黑暗，天神地兽神兽金刚，天神金刚进入风，伙伴们启动天地进化，金刚向前冲，天神金刚进入
上气道，冲！捍卫地球就是我们天不神，来不及行动了，神兽金刚！哟！两个笨蛋！哎呀，哎呀，那你还救我们？我是不想你们丢大帝的脸。大帝，你不是已经背叛他了吗？别忘了，你也是背叛者了。哼，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？扶着你，快救我们下去！把我们救下去，我在明帝面前说说你们的好话，或许这次的失败，明帝不会追究你们的责任。别走啊！树上凉快，我们先走了。你们三个快给我回来！神兽金刚小百科。以彼之道还施彼身，本身的意思是你怎么对付我，我就用同样的方法对付你。从语义语境来理解，带有一定的小市民不能吃亏的心态在里面。具体到武功上，在金庸小说《天龙八部》里，其实就是斗转星移。慕容复在了解对方武功精要的基础上，使出斗转星移的功夫，将对方的招式反击到他自己身上，看起来好像是使出了跟对方一样的武功，将对方打倒。复仇女一心想带走沙仙女，千方百计唤醒沙仙女的记忆。赵明帝会允许这一切发生吗？赵明帝命令复仇女去蚩尤古井办件事，事成后就让复仇女带走沙仙女。这次赵明帝的话是真